您还记得吧？那个马来西亚去年马来西亚法会，您不是看了一个？他不是说的人样鬼脸吗？那个韩莲凤吗？你是否说他还有三个月的期限，要叫他好好的忏悔？他三个月过后了，他澳门法会又去分享了，他又活了三个月，但是又活了三个月，最近今年又走了。师傅，您能看看他在哪吗？韩莲凤，大家给他建了很多小房子。你看看师傅厉害吧？我说三个月，是啊，就三个月走的，是，对对对，师傅真的说他三个月走人，就莲花的莲，凤凰的凤，就是那个凤，不是凤凰的一个风，类似于风那个字，韩莲凤，哦，一个又，他在阿修罗，啊、哦，等，阿修罗道，等等，不止，玉界天，哦，玉界天，好像大家给他念了有助缘了800多张小房子，已经在玉界天了。玉界天哈，还需要给他。好了，不能再讲了。啊，好，谢谢师傅，啊，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。